老板，老板，亲爱的先生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吃点啥？你这儿有热菜吗？没有。那凉菜总有吧？也没有。馒头稀饭呢？也没有。有啥？我们这里是自助餐厅，十元一位，好吃不贵。有啥？包子。来五笼。再来一碗大汤。多少？来一大碗汤，五笼包，能吃了啊？吃不完罚钱啊！快点的吧，饿了都。来必一位。哎，美容养颜汤一碗，包子来了，五笼包子啊。先生，请慢用。好嘞。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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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好了，嗯，好了。老板，太胖了，是吧？是啊，那亏大了。那咋办啊？想个办法。这能有啥办法？老板，再来五笼。老板，没有包子了。兄弟，给你100，去对面自助餐厅吃去呗。老板，把这自助餐厅改一改吧，那10块钱。像我这样的吃不饱啊。揍你啊！是破导航，你哥，我自己也会走。卖鱼了啊！新鲜的大活鱼啊，刚从河里钓下来的野生鱼啊，绝对新鲜啊！那儿有卖鱼的，咱俩买鱼去啊！老板，这鱼多少钱？30块钱一斤。哎呀，这么贵呢？太贵了。哎，不是，兄弟。来，你蹲下，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！来，你蹲下来。你
说，你说，为什么我这鱼卖30块钱一斤呢？啊，因为我之前卖的鱼全是10块钱一斤。为什么今天这桶就30呢？因为这桶鱼半咸半淡，非常的好吃。怎么好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口感细腻，入口即化，哎，非常棒啊！那个味道让你回味无穷。那你拿这个吧，这个。哎，这条不卖。咋又不卖了？我跟你说，这条是公的啊。但是为什么不卖你呢？你想，你把这条公的拿走了，那条母的怎么办啊？那又缺钙又缺爱，晚上还睡不着觉，你让那条母鱼情何以堪？是不，兄弟？再说了啊，你把公鱼买走了，那母鱼怎么下水呢？那这两条鱼在一起的话，那3分钟下一条鱼，而且还是金鱼，老得劲了。怎么好呢？哎，那必须的。那就再来两条啊！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咱们都拿了吧。啊，这俗话说得好，要买买一对，买一对还不如买一桶。哎，师傅，对，都拿了，多少钱呢，老板？200块钱。行，好，正好给你。哎呀，行，走吧，媳妇，下次再来啊。好嘞，哥，捡到宝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。我想去厕所，憋不住了。你看你，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让你上个厕所再走，你非不。你看现在憋不住了吧？啊，快咋忘了？上厕所是吧？啊，厕所，快点儿！回家！憋不！Run。商场里面没厕所吗？好像没有。回家！每天在家待的好无聊呀。道理，哎呀，亲爱的，我今天好像感冒了，多喝点热水。但是我头疼啊。哎呀，多喝热水。我肚子也疼。多喝点热水。我们分手吧。哎，别这样，我会难过的。你他妈多喝点热水就好了，分手。
广的公子让你流泪，江浙沪的帅哥让你心碎，黑吉辽的爷们会把你灌醉，云贵川的哥哥辣到你不配，陕甘宁的汉子让你受罪，只有我们山西的大猪蹄子真诚又可贵，暖心又暖胃。那大王，打电话给我男朋友。好的，打给第几个呢？打给第38个。导航 Please go to 上榜。你不说鸟语会死吗？你在叽歪鸟语，本公主就不陪你玩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年的英语，你咋就是听不懂呢？呵呵，你听你家那条狗叫唤了那么多年，你能听懂它叫唤的啥吗？我怎么就这么命苦，装了你这么个导航呢？本导航才命苦，天天看地图，时时路上堵，闲着没事想舒服，还得跟着沙雕狗包袱，你就是个250。你才是个250呢，带我去公司。你都破产半年了，去什么公司？那带我去银行吧。你卡里只有4.5块，去什么银行？那带我去超市。你到超市只逛不买，去什么超市？那回家总行了吧？你个单身狗，哪里还有家？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却坚强，让我再来倾听。